Thank you.
抱歉，这次恐怕要让各位失望了。关于威泽的真实身份，目前破解工作暂时还没有进展。 是的，目前我们还没找到追踪此类新型隐蔽技术的方法。我担心这种技术一旦被更多人发现并使用后，情况会变得越来越不可控，甚至会出现更多恶性案件。嗯，这对网络安全也是一大挑战。是啊。 乔启静曾和潘烨在人体逃脱魔术的表演形式上有过争执。根据游乐园资料管理员的叙述，乔启静似乎对潘烨新研究的人体极限逃脱魔术极为不满，多次提出异议。不过潘烨并未采取乔启静的意见，最终那场人体极限逃脱魔术。 还是如期开演。这么说来，乔启静在出事前与潘烨之间有很深的隔阂。从调查得出的结论来说，是有这种可能性。不过，我认为当时的魔术团中，对潘烨有意见的应该不止乔启静一人。成员们都认为潘烨极难相处，几乎不愿意和他沟通。 但魔术团的管理方认为，潘烨在魔术演出方面天赋极高，并且深受观众欢迎。因此，在明知潘烨和其他成员之间有矛盾的情况下，也并未做太多干预。嗯，潘烨和乔启静之间有矛盾，乔启静意外身亡。目前为止，威泽尔在网站上公布的线索。 好像都是围绕着这些信息来展开的。没错，我觉得那个威泽尔好像就是在不断的引导人们去发现这点。你的意思是，威泽尔认为乔启静的死与潘烨有关？对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对方没有选择报警，而是盲目的通过网络途径去传播自己的观点。我倒是认为。 他的行为更像是在为乔启静复仇。可是，我看过当年的资料，乔启静的死被认定为意外事故，并非谋杀。威泽尔为什么要蓄意引导舆论呢？ 他可能是乔启静的亲戚、朋友，甚至是家属，而他的所作所为，无非就是想要为自己所认定的正义寻求申诉的渠道。嗯，从乔启静的身上，我们或许可以找到本案的突破口。看来我们还是要查清楚乔启静事件的来龙去脉，才能确定威泽尔的真正目的。这样吧。 警方会继续解析网站地址，尽快确定对方的真实身份。同时，我们也会追查乔启静的个人情况。
以及和他有关的信息。至于追踪 Wither 线索的事，就要继续麻烦各位了。